那个洗发水广告是不是都是这么演的？晚上好呀，我刚刚回家洗澡，用了新收到的霸王防脱礼盒。当时看到ins风的图滴，我都没有认出来，这竟然是霸王。这种马卡龙配色的包装，我觉得好看了好多。一盒里边有468毫升的洗发水和98毫升的营养液，我觉得算性价比很高，非常划算的了。它里边是提取的白首乌生姜、400叶的植物精粹，会比较有针对性，更有效的预防脱发，同时还能促进一些小绒毛的增长。我从小到大身边都一直有人在用这个产品，现在新的包装功效是有保证的，颜值还更好了。这种深入人心的国货之光，我相信它的效果。
Thank you.